这里是微微社区，我们在这里相聚，这里是歌舞海洋，温馨快乐音乐天堂。今天是金王玉曲章，开启了音乐天窗，这里充满开心快乐，歌声在今天是金回荡。姐妹，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情歌满屋，快乐吉祥。唱吧唱吧，亲爱的兄弟；跳吧跳吧，亲爱的姐妹。今天是天聚在一起，幸福快乐常驻你心里。亲爱的兄弟，要不要亲爱的姐妹，五四来聚在一起，愿心
给客人打哈，我们得吃。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父老乡亲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传乐寺诚信促进会南乡分会和传乐寺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南乡分会在这里，福建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山西举办一场以印象山西诚信加油为主题的演出活动。这次活动是我村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演出得到长乐市诚信促进会、长乐市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以及省市文化艺术界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在看
又和一生在产经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广大村民的产经理念，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添了新的内涵，并向山西北总化产经家园幸福村，我们衷心祝愿返乡晚会取得更大成绩，祝愿山西村更加幸福，山西人民更加幸福，谢谢。感谢。接下来呢，我们将请上我们长乐市诚信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及秘书长林木栋先生来宣布任命名单，掌声有请。
淑英女士，她在我们福建地区可谓是家喻户晓啊，大家都亲切地管她叫小表儿。林淑英老师呢，也是将给大家带来一曲经典的唱腔《返还城》，有请林老师，有请。
也期待大家同样的掌声和努力和支持，好吗？谢谢。Thank you.
文化部颁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代表陈诚文。那么他将为大家带来一首二人独独奏曲《洪湖集思》，曲子表现了洪湖人民的革命情怀，请欣赏。
眼睛。